中國一間著名嘅國際學校將會喺三藩市開辦教授中英雙語嘅私立學校。黃恩光報導。惠靈頓學校集團源自英國，有百幾年歷史，十幾年前開始喺中國開辦國際學校，而家喺上海、杭州等大城市都有分校，而家計劃喺三藩市開辦第一間旗下嘅惠立學校。那么，之所以选择在旧金山开办第一所我们的惠立学校，是因为我们想把我们的沉浸式中英双语的国际化的这个教育，带出国门，走向世界。校方市中心同 Mission 之间嘅 Rhode Island 街买咗一栋楼，建造未来嘅学校，系 Airbnb 从前嘅，可以容纳400到500个学生。校方计划明年秋季开学。首先招收幼儿园至一年级学生，然之后逐年扩充至小学5年级，会教授中英沉浸课程，会聘请本地嘅老师，以及喺中国惠立学校任教嘅老师。而这些中方老师在国内聘请的时候就已经是百里挑一了，基本上在我们集团应聘的话是100份简历当中挑出一个老师，然后在这些老师当中最优秀的那部分群体呢，可能会希望想要有在旧金山生活和工作的这种经历。三藩市有唔少办学多年嘅私立学校，呢一间新嘅学校会有咩唔同呢？首先，我们是一个全球化国际集团教育集团的一部分，我就能够让在这个网络里的所有的老师以及孩子，把国际视野的教育作为他们日常教育的一部分。学校嘅负责人并冇透露具体嘅学费系几多，但系表示会同三藩市最顶尖嘅私立学校学费相若。26台记者黄恩光报道。